别今宵，告别今宵。无论心有与孤桥，明月春来再相邀。青山在，人未老，人机会出来参加这样活动，我可能就包个大棚卖草莓了，就耽误了我做生意的一个荔枝朋友圈，我们就是推开荔枝台幕后神秘小黑屋的大 boss。
荔枝新闻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。觉得也是唱歌了吧，估计混得比我好。那以下哪种食物最不能接受？香菜、螺蛳粉、臭豆腐。我学厨师的嘛，其实我对任何调味料什么都没有太多拒绝的东西，但如果非选一个不是特别喜欢的，就是螺蛳粉吧，那个东西，因为我吃过几次，就我很不喜欢吃那种黏黏糊糊的东西。现在最想吃的东北美食是什么？东北美食啊，东北美食就是我们家那个拉面，还有我们丹东的羊汤，这两个。丹东草莓特别有名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是没有机会出来参加这样活动，我可能就包个大棚卖草莓了，耽误了我做生意的一个。昨天看到我直接跟我说，谢谢刘宇宁哥哥那个能够跟我合唱，我很荣幸。当时我听完之后，哇，这些话都是平时我跟别人说的。但是他有点紧张，有的时候我会跟他想跟他互动，比如说我们合唱的时候，我要跟他有个我俩有个互动，就是这种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，但是他有互动嘛。然后但是他有的时候我在看他的时候，我看他还在唱，然后我可能就在这样，这样告诉他我在看他，他就回来了再跟我唱，所以还蛮好的。我觉得其实他们，我看到这些可能在我心里是老师或者前辈，他们出了很久了，能够有荣幸跟这些老师合作，我觉得那个画面让我可能我以后看了之后我都觉得非常的开心。评价一下自己在热血少年里的这个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吧。然后也通过这部戏的拍摄整个过程，我觉得我爱上了演戏。自己幻想啊，因为我喜欢做梦嘛，我在自己幻想，你说我能不能有机会也成为一个演员，不仅仅是演员，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。我会去学习表演，学台词，学肢体这些东西。我觉得开启了我的另一个生存方式。那想问一下，今年的生日有没有什么愿望？不敢想过生日这件事，因为年龄大了，好像觉得不太想过生日。当然我粉丝都记得我的生日嘛，刚才录节目的时候他们在现场祝我生日快乐。那我就希望新的一年爱我的人都能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就好了。实话实说，我觉得这些人好年轻啊，都好，我觉得我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，都我可能甚至有些比他们感觉好像脸还垮。